哇，经过这一整个晚上非常多的节目，没错。不过我们现在呢要转换一下情绪，对，我们要在这里呢让大家能够吃吃喝喝一下。对，接下来我们想要送自己一首歌曲，那首歌叫做 Singing in the Rain。 对，在雨中唱歌。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发送牛角面包。对，因为我们非常感谢刚刚那位牛角妈妈送来这么温暖的牛角面包，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分享，在雨中唱歌，在雨中吃牛角面包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认识一下你周边的人，哎，很高兴大家一起来这里，再认识一下彼此，好不好？对。好，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跟在这音乐当中一起跳个舞，这样。对，我们都欢迎大家。那因为，可以，好，准备好了 ，music 准备好了吗？面包也准备好了吗？都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让画面空着啊，对，所以我们会继续搞笑，这样。OK， 现在我们的志工都在场发放牛角面包，大家也可以靠过来，一起吃吃喝喝。跟着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。还有那最远的朋友，对，那旁边的朋友，我们靠近舞台，靠近舞台，这边有温暖的牛角面包，欢迎你们，谢谢你们今天来，谢谢，非常谢谢大家。Come on with the rain, have a smile on my face.面包的同时，然后我们也欢迎在场所有朋友，因为我们五六运动就是要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对，然后在我舞台的这一边有志工，欢迎大家去跟我们的志工登记你的姓名，然后联络电话，然后希望成为我们五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。在场大家都是发起人，一起来滚雪球，让我们在网络的世界或者在全世界啊，不管你现在在看直播的人也好。或者说你在家里面用你的手机在看的人也好，或者是我们在现场的人也好，我们都是一起的，好，所以欢迎你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六点钟到我们这里现场来，或者是你可以的话呢，你用手机来观看，我们在 Ustream 上面呢能够让你立刻的直播啊，所以这个直播呢是不受任何管制的啊，所以你可以马上看到最新鲜的一个讯息。没错，那我们是不是要跟纽西兰的朋友打一下招呼？纽西兰朋友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北京的朋友你好，北京的朋友你好，还有哪里？纽约吗？纽约的朋友你好，纽约朋友你好，纽西兰朋友你好。哦，纽西兰是小野先生的学生，他们真的在那里就是跟我们同步这样，所以。各位，虽然我们这里只有这么多人，但是我们并不寂寞，对吗？没错，我们都不寂寞。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好好的吃吃喝喝，把我们的精力呢储存好，然后我们继续下来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对，在这首《Singing in the Rain》的当中，大家感受到其实雨中也是很温暖的，对不对？黑妹，下雨算什么？黑妹，有台风天算什么？黑妹，对不对？我们永远都在这边，我们在这边，对，要除到它，除到它，我们推温和树，除到推。投诉丢，还没有拿到面包的朋友，然后欢迎去找我们的志工。然后如果要滚雪球的人呢，到那边去报道。没错，而且接下来会有公民论坛的时间，也欢迎各位到我们这边的志工报名。你想，只要你想要上台讲话，我们限时大概3分钟左右，因为在场人很多，大家都想讲话，我们一个人的时间大约是3分钟。欢迎每一个人都把你的想法讲出来，也许你跟我们不一样，但没有关系，欢迎你讲。我们坚持捍卫你的立场，好不好？没错，到那边报名就可以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规定哦。小小的规定。对，就是我们不能讲脏话。对。没错，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规定，就是小小的规定就是对，靠腰不算脏话。靠腰不算脏话。对，欢迎大家来报名等一下的公民论坛，好吗？那接下来大家应该填饱了肚子了吧？我们可能要准备要动动手脚喽，欢迎我们的教练再次上场。噔噔，那个今天因为雨比较那个，所以后台有点那个节目太多，一堆人要来表演哈。那下面因为大家刚才吃牛角面包嘛哈，然后有一个剧场的演员赖佩莹要跟大家一起唱一条歌，大家都会唱的，《一支小雨伞》。好，来掌声鼓励。赖佩莹，你刚要跟你讲面包。啊，再给他脱衣服的时间了哈，来，我们要上场脱呢，来，大家可以跟他一起唱哈。我们觉得我们在雨中缓和，也要坚定，也很快乐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他。
很开心啊，耶、yeah! ！好，我希望呢，因为我还有一点点牛角面包在嘴巴里面，我要吞进去。希望呢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唱这首《吉吉大喉暖》，吉吉修喉爽。大家一边吃着牛角面包，跟着我一起在雨中欢唱，耶、yeah! ！Music go， 有没有 music 吗？清唱是不是？清唱就好。有没有 music？ 来，跟着自己的身体慢慢的摆动。帅哥伴舞，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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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停止了。难怪最近热的耳机小黄瓜，里头阿婆啦那么多啊，你好高哦。我来照顾哥，你来照顾我。上南边小娃，不丢红河江一朵，看开雪落都白天，白天就是天，难得呀。这边也着一支小雨伞，转圈，好路大，阿家淡薄薄心情也快活。心情也快活，